大家好，我是话最少的杨千玺。电脑，然后充电器，然后一个绿植，新鲜，挺好玩的。就我们现在真的很幸福的。撸串锅，巧克力。睡觉发呆。我网购也比较多。对，就特别激动跟他聊天。睡个会。不高兴吧？就是不要笑。就睡了一觉。